亚纯佳化近期参加了陆纵神风2023，历经了三个多月的比赛后，成功拿下冠军，人气也增长了不少。不过日前有网友发起讨论，疑惑的表示，为什么上一季的冠军王心凌成功靠节目翻红 ，Ella 的热度却不及对方？文章引起热烈讨论后，不少网友都一致认为，王心凌在荧光幕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因此再次回到舞台上，成功掀起民众的回忆杀，让她收获了很高的人气。此外，大量的话题炒作以及在各界亮相，都大大增加了王心凌的曝光度，以及网友们对她的讨论热度，名气急速增长的同时，不少品牌纷纷找上她，一举一动也备受瞩目。有网友认为 ，Ella 没有处在谷底，因此只能掀起水花，而王心凌掀起的则是海啸呢。Bye.